改变我很大的一个观念是，有一句近似语，就是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人有无限可能。我在地下街在卖衫，这个背景点安尼，可是一把火，地下街烧起，规个拢无去啊。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有加负债，那时候就一天做三期，就是早期、黄昏期、个暗期，一天三期，一天困无三点钟啦，就一直拼，一直拼安尼。人讲拼命三郎，一直做，一直做啊，就是为了那个负债。看到了这菩萨，曾经人生啊，多少多少时间的颠沛啊，辛苦啊，赚钱赚钱赚钱，但是呢，无常一场的火，造成了他就是背了债也上千万哦，那背的那样的辛苦，就是一个因缘，总是呢在有了实际的接引，改变了他的观念。就有一天有一个因缘啊，就跟我们的隔壁那个老板娘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听说坐一趟慈济列车去花莲一趟回来你得整个人生都改变哦。然后那一次就在车上，就很多的师兄师姐就分享嘛，那心里在想说，其实赚钱感真正是唯一，我自己的那个感觉就轻的，就说我应该要做什么才对，是从那个当下开始，让他呢完全改变，他会反省自己，安尼拼是咧拼啥货啦，是啥物目标啦，就慢慢这观念改变啦，从花莲回去，开始呢就投入了自己，也知道呢用双手。也有无限量的良能，他就开始这样带啊，总是让周围的人啊，人啊都一旦发挥出了那个巧，双手之巧，可以把位置大家集中起来，用心啊，利用时间来熬。已经看到我们的小天使哦，每一个人都做得很漂亮的卡片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卡片要钱买的吗？不用。用什么做的？不要的，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说，当我们要做那么环保，我们要把环保做好的时候，就是你爱儿子人的开始。为什么要说做人的开始，就是你要懂得节省，你要节约，要勤俭，好，勤俭就是我们要把无用的东西化为有用，这个勤的开始，然后我们把节省下来的东西去要去再去用到最好的地方去，而不是我勤他这钱我来买黑白买，也不是哦，教育是不能等，那我们从小扎根，我们把一个家庭照顾好，社会就少了一个负担，那我们把一个家庭照顾好，这个家庭就会再影响另外一个家庭会更好。他们啊，在上这样的手工艺课，还会用上近视语，转变了心，这都是呢在无形中这施良药，阿弥去度众生，看看人人都是婆婆妈妈，可以呢做出了那样的巧美的东西，
这都是很欢喜，而且带入笑颜。孩子的教育，同时呢，也引出了家长。这都是呢，重重叠叠啦，都有教化的施良药的机会。不要小看自己，人人呢都有无限量的潜能，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发挥到了度这么多人。所以我们真正的要用心呐、这社会可以这样，也可以呢把这样的方式，其他的国家社会人性呢本来都是同样的本善，那每一个国家都是共同可以用的啦。还有也看到了墨西哥的我们第二梯次的年轻菩萨去接了他们，去挨家挨户去了解灾情，同时呢也是去这培训的当地发行的水，当地人士当地年轻人都真的呢一一被带起来了，甚至在当地的市政府也看见此景，他们呢、都也有个这个摊位哈、那也让慈济呢自我介绍。慈济呢，这一段时间都在教堂，因为有一位神父已经呢一段时间呢，他要慈济说你来用，所以那一个教堂呢也都提供给慈济，每一天可以呢在那里开会啊，集中在那里。那他们也做起了培训啊，在培训中呢，昨天呢、看到了这样的信息，真的很安慰啦。都是人才，有一位呢，有一位。何西先生哈、他呢是当地社会人士啊，他投入了慈济，他说发现到了，原来人需要的是爱，需要的是关怀。他说原来这样爱的关怀也可以带动人的微笑，也听到了，有人就是发心。自动找来慈济人，他就是去催主者啊，他说我愿意把这样的大空间就提供给你们来行动，要灌洗，要吃要喝等等，进出都在这里哈，给您机会。还有一位老菩萨也应了要慈济人到他家，对照不会啊，他就是说需要，他也愿意，他也要投入。那这位老菩萨呢，好可爱，总是在转忧愁烦恼变成了呢那光亮的阳光，灾难还是已经发生了，现在要如何呢转换心情，才能提升他们人生的光明。他们理解了，所以呢，把这个城市这个下顶啊，已经呢看到了那样的亮丽啊，这不是法吗？这就是法。现在的时代，世事不调啦，人间不调啦，我们能及时安定了他，而且呢，让他转变心念，
转苦为甘，这不都是现在缓吗？是啊，所以呢，很感恩啊，也很感动啊。这慈济人在人间，就是人间菩萨，皆有情人。我们已经呢，修得法已经有觉悟了，愿意这样投入，这是在人群中很真诚的有情人。我们的生命活出了这大生命来，这是我们呢，真的是要再用心往前前进。